蘸点这个辣椒面的是比较的，蘸点这个芥末，完全是这个。 Thank you.
前就不是，年后不卖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就说这是隔了好几年，然后在因为疫情都没有举办，这是第一次恢复，已经办了十几年了，本来每年都办的。猫头鹰吗？我觉得像是朝鲜的头鹰。可以。Yeah, camel's gone past, locust's gone past. I'm over here waiting by camel.还是住的。我们走不起来了。那咱们走，他们不走，咱们走。你不动，我动。你下了没啊？你下了几颗棋了？下你了，好。哎。你们摆整齐，你的歪歪倒倒的。重庆人的第一筷子必须是毛肚，我
已经开始练习了，回去以后我就当吃播。国内吃播可不好做，我们家不吃，澳大利亚特有的。海底捞这个布里斯班品质怎么样？毛肚。我这个像不像辣肠？还是有这么一张海底捞的酥肉。我觉得毛肚真好吃，我也觉得很好吃。小菜白卤。喝的汤，海底捞的番茄汤，甜的，我天！嘉华不错，你已经吃了。我在海底捞吃饭，我还以为那个吃饭呢。你那一勺挺丰富的。给我两个番茄放辣锅里。这也太卡口了吧。这也太好笑了。这是生怕你找不着。啊？他生怕你找不着。什么？我的生怕你卡不住头，卡不住头，为什么？番茄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突然火了，但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喜欢它，吃播界的偶像。哦，鸭爪，这是什么爪？五谷凤爪？那它是鸡还是鸭呀？番茄泡饭特别好。啊，这饭值多少钱？150。150。现在标题就是，但也还好吧，150，你换成汇率多少？你是在海底捞吃吃的，不也知道吗？因为国内海底捞不就是很贵吗？对，因为咱俩吃过饭。你还好，你只是吃了点肉，而我吃了半碗稀饭。黄瓜吃火锅也很好吃。我已经想好台词了，没有？虾滑是蛋白质，吃了不会胖，所以可以多吃。我来开个直播，没有？直播吃海底捞。直播吃海底捞。这个是不是看着很像滑肉，但其实它是猪肉？